今天天天介绍，那不得了，咱讲正经的吼。歌声我做迷人，算正常正常的啦吼。后来，哎呦，无正常的。哎呦，无正常，我做侪，你唔知哦。谢谢哥哥。后迄个感冒的吼，哇，你脚无大部分生啊，长要创啥？跍伫迄个左两脚的啦吼。跍伫迄个脚。遐拄啊好，拄一般震动安尼哦。哎呦，你话你歌坛新秀就是安尼来鼓励一下呢哦。你是嘛做粉丝咩？那规场规种个，伊即嘛是新的才有安尼哦，吼，好新。新。鼓励啦。鼓励安尼哦。哦，做人做好哦。你看咱这摄影师，当然真正哈，对咱这水果，你看大拢做疼痛安尼。第一摆出来，啊，歌声够够遐安尼啦吼。嘿啦，对啦。啊，你拢总学几条歌？我刚学这四条。哎呀。你今嘛是按什么招聘平台的对了呢？我还有进步的空间，慢慢学习，一天多一首。你想今好有十条以上，我们叫编的，咩喏？你话嘿，嘿，我刚才只歌，伊暗夜起来拢无甲你编调的，啊，无做编曲的安尼啊，吼，啊，好啦，是讲咧新秀就是安尼啦，才出来呢吼，拢莫叫惊到安尼啦。你看了我感觉足恐怖的呢。有淡薄惊，你是看到大家人拢惊惊，不是干看到我惊惊啦？迄细声啊，出来拢是安尼啦，嘿，那你表示正常的啦。你若看到大家人拢无惊，你就无正常啊啦。即马拄出来是怂则有来。安尼哦，你嘛感觉你做怂，你都会怂啊。我感觉我做怂啊。你感觉做怂的啊？爱改变造型啊，对不？就身材较好，你就唔要穿这种衫，对不？嘿啊，安尼。穿那种三点四吗？三点四是一定爱穿的。哎，但一年嘛是爱穿啊！哎，你今日有穿来无？有。哦，有备而来的啦，有备而来无要紧啦。我想你这水身材，连衫裤拢无脱哦，这就讲袂过啊，对啦吼。哎，对啊，好东西要与大家分享。啊，你认为你的物件都穿上好？哇，嘿，卡通吧，上衣上包。好安尼哦，好屁屁翘翘的安尼啦哈。嘿，啊，头前还搁咧发痒的吼。你妈咪是讲你发痒，因为穿这旗袍吼，伊无脱嘛。穿起来才会准啦，啊那一般诶拢是穿起来比穿诶较水诶咧啦吼，才有惊喜感。好安尼哦，惊喜感安尼哦，我每日穿起来一条诶咧啊。你若讲安尼，人家真了学袂收咧，咱讲正经诶咧吼。嘿啊，所以讲你后壁是穿较大，你也是较细了，还是我破空诶？等你拭目以待。啊，拭目以待，哎呦，声咧声咧安尼哦，诶，这招起来袂歹哦。靠伊个神秘感安尼啦吼，好来来，即摆阁来甲介绍好听个歌曲。继续安排这首《一暝三冬》。OK， 来特别介绍好听个歌曲，了做一个辣妹特别来个安排。红色，轻轻，口口望我来。
超，也拜给咱非常好听的歌曲啦吼，来唱歌呢算足正常的，咱讲真个啦吼，嘿，你袂到时。